我叫陈明月，我目前呢是圣三堂的传协会的主席。在我小的时候呢，因为我念了一个教会的学校，那我每次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感觉到那个气氛是非常的温馨。那我就提着一个非常好奇的心理想，到底耶稣是谁？为什么他可以给我这样子的感觉？那成年之后呢，我有机会呢接触到教会，然后慢慢的，我进到了教会里面，我发现耶稣其实是我的朋友，因为他陪伴着我，让我在人生的每个路上呢，当我遇到什么样的问题，我就会想到他。在堂区传协主席的工作内呢，那我可以协助教友，我们在灵修方面，我们要增进自己，所以我们呢有开了非常多的读经课，以及圣经讲座，或者是各式的有关礼仪以及各式心灵方面的讲座。我们也希望能够协助教友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当我们呢遇到了任何的困难，我们都有一个指标可以让我们依循，也许我们可以检讨自己，是不是在这些灵修上面，我们可以呢增进自己，才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在各个层面。那对于小朋友呢，因为孩子是教会未来的希望，所以我们对于在主日学方面呢，我们也是非常的竭尽心力，所以我们呢尽量呢将每一个不同年龄层的孩子分成不同的班级，根据不同的程度，我们设计课程。那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孩子能够真正的了解主耶稣基督是谁，那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跟他是有这么密切的关系，让孩子在他未来的道路上也能够与教会紧密的连结，让教会的未来是充满的希望。